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网红看似离我们遥远，实际触手可及，他们带着自身独一无二的大流量，电商达人、短视频高手属性，品牌做网红营销，通过网红的社交渠道可以触达数百万的消费者，并且能够为品牌制作原创内容，与消费者保持强有力的关系。由于网红在粉丝中具有意见领袖的效应，品牌能够得到消费者的信任，因此借助网络红人的影响力去推广品牌、宣传产品，已经成为了很多广告主的市场营销必选项。YouTube 上汇聚了全球许多有影响力的网红，也是网红营销比较有效果的平台，但想要取得刷屏带货的效果，光找个人气高的网红绝对不够。以下才是网红营销能够成功的秘诀。一、确认过眼神，你是对的人，选择一个合适的红人是营销的第一步，也是成功的关键。每个品牌的调性、受众群体都不尽相同，因此品牌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去寻找最匹配的红人，并且只有筛选出适合的网红，才能完全信任他，把内容创作和传播的主动权交给他。二、沟通，使他们为我所用。确定网红人选后，从一开始就要深度沟通，告诉对方你的营销目标是什么，底线在哪里，剩下的就都是网红发挥的空间，只要沟通得好，结果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点击这里即可免费预约观看。大鱼其实不仅仅是海外网红营销成了很多卖家的一个大难题，中国大部分中小卖家对国外市场环境、用户消费习惯等缺少认知，尤其很多新卖家在营销信息获取、营销能力建设方面更是存在欠缺，所以了解海外市场、掌握系统的营销技巧是中国中小卖家的最大痛点。正是洞察到中小卖家群体的痛点，谷歌整合自身资源推出谷歌外贸成长计划，通过循序渐进的培训课程帮助中小企业成功出海。从12月开始，新一轮的线上免费营销课程再度火热开锣，这里偷偷剧透一下前四节课的精彩主题。一、谷歌搜索初探，关键词策略及动态搜索广告近距离接触谷歌搜索，带您一步步了解如何从搭建账户结构开始，建立高效易优化的关键词策略，同时利用谷歌 AI 赋能的动态搜索广告优化契合用户搜索意向，让用户看到最想看的信息，同时也将广告潜在效果最大化。二、如何打造优秀的外贸独立站，由谷歌战略合作伙伴 Shopify 带来的独立站快手入门，不仅教您如何快速上手建立自己的网站，更从海量案例中提炼出优秀有效的外贸独立站应该具备哪些要素。三、爆款趋势分享跨服装、家居、家饰、美妆等热门零售行业，由谷歌数据揭秘海外市场产品走向，分析当下流行趋势，让各位卖家把握主精工产品流行趋势。谷歌留恋小姐姐便曾在往期直播课走进中东蓝海市场，盘点网购畅销品类中详解了中东国家跨境电商环境、网购消费者行为以及畅销品类。四、谷歌出海工具详解从洞察、运营、营销外贸链条三部曲入手，详解在这三部曲中谷歌助力中国企业的独家出海工具。大家也可以回顾往期直播课，借用谷歌免费工具发掘别人不知道的商机，了解如何洞察市场机遇，紧跟爆款迭代，抓住潮流趋势。注意，这些只是本次系列课程中的一部分内容，更多精彩课程内容会陆续更新，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点击这里马上报名参加，一次报名等于一个谷歌专属账号，可以解锁全系列线上课程。提交报名信息后，您在三个工作日内会收到确认电邮，电邮内将包含您的专属账号，您可用此账号登录学习所有谷歌外贸成长计划出海秘籍的在线课程。我们也会在每堂课程开始前一周内用电邮提醒您准时参加。